概十号的时候进行过相应的调整，在九号的时候呢，八一平面队是正式进行了一次的适应性飞行。那么今天呢，应该是他们在珠海蓝天上真正意义上的首秀了。而且今天的天气现在是非常的好，应该说对整个八一飞行队的表演来说是有着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条件的。好的，我们现在看到的是单机的低速通畅，我们听到发动机的声音与和刚才有了非常大的区别，现在是一种很低的尖啸，看到它喷出了尾烟，它现在的速度应该是在每小时只有200公里左右这样的一个速度。单架机的歼十刚才是近距离的通场，机翼旁边是拉起，机翼的前方前置翼，也就是它的压翼，刚才是拉起了这样的白色的水凝器。这是超音速战机在进行这样的机动的时候，前缘翼容易出现的这种由于高度压缩空气导致的这个水蒸气的冷凝。好，很快的爬升起了高度，进行。